跟歌迷上床是我回馈歌迷的方式。我爱太美，太美爱我，对我来说零至零算什么？我爱太美，太美爱我，对我来说后配衬算什么？不要跟我讲话。王可在吹喇叭。你这么enjoy在这个台妹的世界里，是不是曾经有这种台妹型的歌迷跟你示好？一定有的，一定有。很多吗？多了。其实以前比较多。嗯。那你是最后怎么按来他们呢？对，我有一句名言，就是跟歌迷上床是我回馈歌迷的方式。好，那张大帅呢？张大帅，你有什么名言呢？我没有，不敢动歌迷。这样子，所以他比较强。你们各自守护的市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哈豆，你那个歌就改了嘛？我爱太美，太美。就这样，下一场就这样唱。如果这种要偷偷的来才有意思嘛，那讲可是讲穿了就不好玩。现在全国都聊了，你住哪里？台中。你是台中台彩绘。等一下要表演台客舞。哦，台客舞，台客舞要戴手套的。哎呀，你这所以你这台湾文化你要稍微。老师，音乐节奏再强一点。对。不要再演。不要跟我讲话。OK， 要不要喝水？请问一下，在舞厅里这样跳就趴的对吧？对，很趴。大家都这样跳。然后还会贴在喇叭那边，那贴在音箱上面，很大声这样，是超大声，会很劲那种感觉。喇叭，对，刚刚那个喇叭，那喇叭好不好？你们都怎么贴？好远啊！来，预备，来 ，music， 是这样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嗯，在妈妈的公司上班。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？算是讨债的吧。哇塞，讨债哦！帝都记啊，拍谁啊？啊，你去讨债的时候是不是骗这个？骗出来？我是不会去的。啊，做内勤在公司上班就对，负责调度人马。有时候会过去帮忙而已啦。帮忙帮什么忙？帮忙把现出一柜。哦，收到账，你在现场算钱。对啊，你有当过传播小姐？有啊，但是传播小姐工作内容也是陪客人唱歌嘛，然后重点摇头，哦，就是摇啊，带动气氛是不是？哇塞，因为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跳舞的方式都不一样，这样对。那你现在示范一下你们那边跳舞的方式啊？要不要戴手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来，来荧光棒来，荧光棒哦，这边是玩荧光棒，来 ，OK。Give me a music！ 来，不要乱吹，我要吹。OK！这个是新竹台。
有口号。有啊。来，练练练气。节奏来了。呀嘞呀嘞呀嘞呀。发明的口号，是是是，哦，刚刚跟他摇起来，整个人都兴奋了啊！传播小姐在包厢里面经常会有那些很疯狂的镜头。对啊，我曾经看过小姐直接帮客人在吹喇叭。然后比较激烈的话，可能就真的做起爱来了。哦，真的在你们眼前。对啊。那你们怎么办？继续摇，然后一直看。因为习惯了吧。哦，这样他这样习惯了，这样要额外收费吗？习惯哎，额外收费可能要自己试一下。那他都来，哎，啊，你坐这边好，来来，他们两位，来来，对，起，哎呀，爽死！但是哈豆应该是客，然后呢？算是，然后，等一下，你手接上去的。对，客人会先，一定会这样子的啊。然后开始慢慢摸，手就开始伸进去你的衣服里面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但是我们做这种工作会懂得去避免。怎么避呢？张大帅，等一下，不要急。进去的时候，那我们来玩骰子好了。哦。哎，麦克风近一点，不能太凶，又对。对啊，对啊。那除了摸这个里面，不会摸大腿吗？大腿一定会的。嗯。那怎么摸？这样子。他皮肤白嫩吗？很嫩啊，很嫩哦。不是，为什么要闻？对呀，因为它亮亮的，感觉就香香的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看什么？来 ，OK OK， 他豆的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对。怎么样不错呢？整个状况都是台妹里面的一个标准状态。对对，就是很有自信嘛，有没有？嗯，对。但是跳舞也是很有自信。请问你有一个技能非常厉害哈，你很会数字拳。真的假的？去钱柜唱歌的时候，你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没有输过吗？会啦，会被人家灌醉，可是大部分我灌人家。热狗会不会滑拳？会，可是那试试看吧，试试看。来来来，热狗来试试看嘛。那我们输了也要干嘛？输了喝一杯啤酒，还有打屁股。对。有马卡伦。有马卡伦。如果脱衣服，马卡伦洗的哦。开。十五。十。十五。十。十五。十。你很厉害啊！十五，没有，十。你这个打喷，啊？要干掉吗？不用吧。一口啦。OK OK。哎呀，来，续拓啊，三次啊，还要打屁股，还要打屁股啊，对不对？看过我们节目嘛？对不对？看过我们节目嘛？哈。来，你要把牛仔裤脱下吗？不用不用，没有了。来来这样，预备，用力哦，一二三，来上树 ，OK， 来拳，上树三拳呐，一共三拳，新加坡拳。洗刷刷比较快。好了。One two three。刷 ，OK 啦。谁输 ？March。耶！给他一杯，来。你点的 My Color， 喝啊，一口喽，喝啊，多点啊 ，OK 啦，啊，还要打屁股啊，打，哎，打屁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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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勇气啦，不好吧？好啦，大家这个这样欢迎你来打了，哎呦，这样很好，这样礼貌，我是体贴长远一点，你是把人家当歌迷在处理就对了，可以了，聊一拳，好，来，最后决胜拳，决胜负。一拳定生死，剪刀石头布啊！来，先打屁股，先喝一口，然后打屁股。我觉得应该一边打一边喝。啊 ，OK。啊，是。啊，你打，没问题。男的我没兴趣打。OK。哎，果然大家都太客气了。对，大热狗先生，谢谢。全台摇头大会串 ，Music。Go！ 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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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
听到这种节奏，难道你不会想跳舞一下吗？所以这首歌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台客台妹动起来，我的阿妹妹快来跟我跳啊 go go go， 我知道你看到是我，你不会说 no， 我不是油头叶教授，我的 homies 都叫我热狗 for show， 女孩就喜欢你开台，等等去家里轰趴要不要来，只怕你挂得太快，明天要去庙里收金拜拜。How high we can kiss the sky， 人生海海，我们不会只 stand one night， one night in 肯定我留下许多情，你是我的可口可乐，帮我借壳，看我穿就知道我玩饶舌，不用说我坏话，因为我有顺风耳，如果是你肚子大，我爱台妹，台妹爱我，对我来说林志玲算什么，我爱台妹，台妹爱我，对我来说侯佩岑算什么，我爱台妹，台妹爱我，对我来说林志玲算什么，我爱台妹，台妹爱我，对我来说侯佩岑算什么，哟哟，把手放在空中甩，我叫你什么都不用管，让我看你把手放在空中甩，把手放在空中甩，台妹手放在空中甩，叫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台客手放在空中甩，把手放在空中甩，把衣服都掀起来，把海照都丢上来，耶，衣服都掀起来，把奶罩都丢上来啊！你没有穿胸罩吗？真假的？耶，谢谢。OK。你为什么常在歌词里面骂女艺人？其实我这样，你这个刚好今天给你的平台啊，好，大家了解一下。其实那时候年纪轻啊，你看出来那种21、22岁，被侮辱过就对，血气方刚，就看谁都不爽，对，然后觉得就是。你既然要骂，你就找那种现象，你扩大来看。所以你找几个那种标杆的人物来，就是刻意去下手，就对，有点刻意去下手。其实私底下是没有什么太多成见，只是因为他是标杆人物。对对对对，用了他事件代名词。对对对，其实都是事件，因为事件一定会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嘛。嗯，他们没办法，他们就比较衰嘛。对，那当然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事情，只有找几个标杆人物来下手。对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看他们两个都很大胆。嗯。在男孩子界，我们来看都是很大胆，大胆上节目。我今天是腿断，你要不要我更大胆？当然的，你们最大胆做过什么事情？他就是光天化日之下，当众把腿砸烂了。偷啦，不笑过，放屁啊！偷啦，来者来者，我有几公，他就是在台上裤子脱掉。对对对，这应该最大胆的哈，这是最猛的吧？在香港，对，在香港，这是到目前算最猛的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其实，在台上有时候你情绪。来了，情绪来的时候，不管是因为表演者一定要给观众情绪，然后观众情绪他是会回来的，他会有 feedback， 当他回来的时候会更爽更开心，那就是有没有看我屁股啊？所以不是预谋，对，真的是随意到这样，情绪到了，对，可能下次就大便，有没有给我大便哦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没有，这很好笑，可以这样做，真的，我就会支持你。那个大热狗先生，最猛的是吧？其实最猛还没有发生，没有，可以讲那种比较色三星的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晚上11点还有什么不能讲？纯聊天，没关系啊。就有这种以前去 pub 玩有没有？把到女生直接带去 pub 厕所处理一下。哦，这样子。不是在那边听，不用放心。在康熙那边骂蔡康永是 gay 啊？他叫我骂的啦。谁叫你骂？就他自己叫我骂他，然后你叫我骂我就骂。你说你叫他骂的？嗯哼。骂我啊！在骂我啊！我在说什么？对，你在对着他。蔡康永，你最 man， 其实你最 gay， 你和男朋友躺在床上最 A。就之类的那种，他叫骂，还有押韵呢，对，一定要押韵的啊。你这样子 rap 对不对？万一忘词或吃螺丝怎么办？又带过去吗？其实就带过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听众没有那么聪明的，
其实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唱什么，他只觉得一个人一直在那边念。所以其实你吃螺丝，你就赶快带过去，下扑弄一下，绕一下就走了。对，其实就顺下去了。对啊，因为饶舌那个词非常的多，对啊，而且它都没有重复，嗯，对，所以它可能一段就是很长很长的那个字句这样子。那你会不会重复的念？反正大家没在听，你就重复念。我常常重复的念。这个，在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新一代的这个极致歌王就是这种人。对，以前是张帝张大哥嘛，他们新一代就是饶舌极致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。那爱说什么说什么。你也是算 freestyle 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就是以前有在玩啊，你也会那种即兴的 OK。即兴饶舌大赛。即兴饶舌大赛是没有大字帽的，没有大没有。就你看到，比如你看到什么灯光啊，摄影机可以讲进去 ，Autobuy 什么都可以讲，你只要有话讲就好。我们现在先从热狗开始，对，热狗，预备，啊，来啊，哎，我说屈中恒，你脸上写三个字就叫做烂好人，我知道你很想演坏人，可是有孙鹏在，你就再等一等，你没有那个 guts， 你就只能一直笑得当白痴，你这样就不能像孙鹏大哥一样。大鹏展翅，你展一下。但是我偷偷告诉你一件事，哇，其实我觉得孙鹏也没有多屌，耶，而且我猜他屌的功能也不是只剩下尿尿，不然他那个什么马子怎么会跑？来，我们后面玉树临风，妥中康，来，拜托，真的国光，你帮帮忙。他以前竟然出过唱片，我真的不敢想象。演艺圈就是因为他，所以有太多的乱象。但是他做了最好的榜样。这样我去 Room 18有没有免费的酒跟包厢？三瓶，谢谢。Right. Yeah. 真的都有押韵呢。对，厉害。所以说你也在古代也算是诗人。诗人。对啊。出口就成章。对。哎呀。